怨谁人知？人生路苦梦了解，情字难写，苦也难听。坎坷人生路，犹原爱行。反正我这个人生下来就注定是个输家，在哪里输还不是一样？不一样。小泥鳅，你这么年轻就认输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现在就认输，你就要输一辈子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不知道啦，我又没有本钱。你当然有本钱。我有什么本钱啊？你年轻又聪明，这就是你的本钱。你如果这么喜欢赌，你就应该把这些本钱去跟你的人生好好赌一把。不用赌了，反正我一定输的。这样也没关系。你自己也说过，你认为自己生下来就注定是个输家，反正你现在也是个穷光蛋，不是吗？可是你反过来想一想，要是赢的话呢？赢了。要是赢了，你就可以为你自己赢得一辈子的光荣，可以做一个让人看得起的人。让人看得起的人？我想你这辈子还没有做一个让人看得起的人，对吧？你自己好好想一想，做个让人看得起的人那种滋味。要是想通了，再来找我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！来来来，吃饭喽！娘娘，肚子饿了，我特地让人家准备的，真丰盛哎。我回来了，吃饭吃饭，来来来，李将军这块给你啊，谢谢娘娘，别客气了。哎，国师啊，来啊，吃块猪脚，我们一家人啊要互相的照顾啊。谢娘娘，吃啊，娘娘，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想再见到你了。娘娘，这些银票你帮我保管，我以后不赌了，我决定要跟你们在一起。你要洗心革面。嗯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以为我是皇后娘娘，想说跟在我身边能够享受荣华富贵，我们出门在外搞不好我还得扫地呢，很辛苦的，你受得了吗？可以，我受得了。还握着钱干嘛？拿来啊。嗯，乖。小泥鳅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。
这样的话，你愿意认我这个兄弟了吧？当然了。哎，小杰秋，要跟在皇后娘娘的身边没那么简单哦。从明天起呢，你要给我背三字经，还要念千字文，还要跟着李将军，你要教他武艺，看看能不能够把他训练得有点男子气概。啊！末将遵旨。大哥，我可以休息一下吗？不可以。啊，连去上厕所也不行哦。你一早已经去了5次了，还要去啊？没办法嘛，我早上喝了好几碗稀饭，现在一肚子水。你少跟我来这一套。你这个脑袋里想什么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该让你休息的时候，自然会让你休息。走，伸直一点，脚要站稳。屁股缩进去。哎，人家天生屁股就翘，有什么办法？叫你缩进去就缩进去，少啰嗦。哎，你不要对我这么凶好不好？你不要忘了，你是我大哥。哎，练武场上没什么大哥二哥的，你屁股不缩进去，我这棍子打下去会打到你的。好了，我缩嘛，缩缩缩。嗯，好好练，别偷懒。我去倒杯水给你喝。哎呦，哎，你凭什么管我啊？臭小子，臭鸡蛋。小泥鳅，我远远的就听到你这张嘴，不知道在念什么，《三字经》是不是忘了？快背来听听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现在到底在念什么？我一句都听不到。念大声一点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狗啊，狗不教性乃迁，教之道贵以专。再来呢，小泥鳅。李将军，阿秀，我叫你不要偷懒，结果你却在休息。亏我拿水来给你喝。我之前教你的赵灵泉再打一遍。阿秀，我们来喝茶。三字经也要继续念。金孟母，森林处，子不学，转机杼。我听不到。你打拳可不可以用力一点啊？四里奇，卧恨，别再来，快去死。你在想什么？爹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发不出功。你发不出功，是因为你的意志力无法集中。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在想那个姓李的？
爹，我没有。还说没有？我看你表情就知道，别想骗我。我会来找你，是因为我跟胡惟庸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爹，什么办法？既然你那么喜欢那个姓李的，那我不再反对了。但是我要你诱拐他加入我们地狱门，他如果加入了，我就成全你们。不过他如果不加入，我要你亲手解决他。散了，这个臭李七，我真的被他操得快要断气了。床，有先躺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你又来干嘛？是不是来看我死了没啊？你是个女人呐，这么唠叨。哎，我本来就是，我本来就是快要死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泡了一盆药草给你。药草？咦，这是干什么用的？给你泡脚的，这个药方很有效。保证你的脚泡过之后，明天就没事了。把鞋脱下来。哎，我叫你把鞋脱下来，你跑到床上去干什么？快过来。泡脚不用拖鞋吗？别，谢谢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你又不是女人，拖个鞋有什么好害臊的？来呀！那只脚。这样是不是很舒服？是不是很舒服？江泥鳅，不过是帮你泡个脚，你掉什么眼泪啊？哎，你说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过我的脚嘛。
你真是的，我以前还是个小兵的时候，脚丫子每天都要露出来，那我不就每天都要哭了吗？哎呦，你懂个屁了！嗯，小泥鳅，我教你那么久了，你说话怎么还这么粗鲁？哎呦，阿秀姐，我求求你们饶了我好不好？ 你们这样早晚轮流来盯着我，我都快要喘不过气了。喘不过气？有人替你泡脚，这么享受的事情，你还说喘不过气？享受？他哪会这么好心啊？你相不相信？明天我就惨了。嗯，没错，明天我们要练梅花桩。什么啊？ 梅花桩，你真的不想让我活了？嗯，你怎么这么说？我是奇才，要把你训练成一位将军。将军，我还愁居吃泡了。我不要，你们去找别人吧。我要休息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 小泥鳅，你的脚怎么这么细嫩呢？ 小泥鳅，你刚才那是什么声音啊？没有啊，我的声音很正常啊。是吗？还有，你一个大男人，为什么怕人家看你的脚？难道你的脚有什么毛病吗？没有，我哪有什么毛病啊？既然没有毛病，那给我看看。哎哎，不要了！哎哎，阿秀啊，小泥鳅有什么问题吗？ 我看啊，这个小泥鳅有很大的问题。不会啊，我看他好好的。哼，这你们男人就不懂了。我跟你说，其实这小泥鳅……阿秀姐，怎么？拜托了，拜托什么？还是你要自己说？哎。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我怎么都听不懂啊！你还是听不懂啊？那我跟你说清楚一点，其实小泥鳅它是一个……阿秀姐，好吗？我自己说了，说，大哥，我。 我其实是……小泥鳅，你不想说就不要说，没关系。你永远都是我的兄弟，这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。大哥，你听我说。 我其实我是有人在叫我。嗯，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有人在叫我。嗯，哎，大哥，李将军，大哥要去哪里啊？李将军，李将军怎么变成这样？我也不知道。 我都还没跟他说我是女的，他就变成这样了。我如果说了，他不就……嗯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啊！师兄，师兄，事情不好了，李将军好像中邪了。我已经知道了。你已经知道了，阿秀。 你看这卦，离为火，上离下离都是火。
你看九四这一爻，四如、焚如、弃如，这意思是说李将军现在心如火焚，失魂如死，弃之而去。对对对，刚才李将军就是突然间变成这样。可是师兄，你算得出来李将军到底去了哪里吗？这卦是火象之卦，一定是跑去有火的地方。他会不会去地狱之火？一定是的。不过他为什么会突然去地狱之火？一定是有人对李将军施展念力。念力？一定是活牡丹。你终于来了，过来啊！你怎么不过来？你知道吗？我每天都在想你，连我的梦中也都是你。我知道，在你的梦中也一定都是我。你知道吗？自从我在果战场看到你，我就觉得我们的前世一定有很深的缘分，
所以说，我们这辈子注定要延续前缘，你说对不对？根据这本书的记载，地狱之火就是情欲之火，会让人丧失理智，完全被情欲控制，到最后就会气血败坏，精力耗尽而亡。嗯，这么严重啊？那我大哥不就会死得很惨吗？都是我不好了，都是我害他的啊！都是我这张臭嘴胡说八道！哎，阿秋，快阻止他！小泥鳅，你在笑什么？泥鳅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小泥鳅啊，李将军他是自己要去地狱谷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打自己干什么？娘娘，你不知道，这几天大哥他一直逼我练功，我真的练得很累，实在受不了了，所以我就在心里诅咒他，叫他去死。谁知道事情就真的发生了。可是我不希望他去死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哎呦，你是不是要笑死我？在你们说什么童言童语啊？光诅咒人就会死了，哪有那么灵的？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打听下了，只要一直说陈友谅死，陈友谅死，那我们那个赖立头也不用把他逼到不阳湖去死。哎。对呀，小泥鳅，李将军这件事是对方早就设计好的，跟你无关，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不管这是谁的错，现在我大哥有危险，这是事实啊。娘娘，拜托你救救我大哥，你想办法救他好不好？哎呀，来，我们现在不是正在跟国师商量着要怎么样营救李将军吗？我教你，当我们遇到敌人的时候呢，要知己知彼，这样子才能够制敌即心，克敌制胜。如果像你这么莽撞行事，是会徒劳无功的，到时候可能会玉石俱焚。娘娘，你说这种四个字一句的，我没有一句听得懂。我现在只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救不救我大哥？我小泥鳅，你又忘了你现在在跟什么人说话？我当然知道，你们都是很尊贵的人，你们的命都很值钱。可是我不一样，像我这种人的命天生就不值钱。好吧，你们不去救我大哥，我去。小泥鳅，哎呦，阿秀啊，你明明知道他不懂规矩，还跟他计较什么？娘娘，是你要我教他规矩的，他说错话，我当然要跟他说啊。可是你说话也得看时候啊，你明明知道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他这么一跑出去只会惹麻烦。请娘娘放心，依照围城的观察，地狱门乃是利用奇门遁甲方位所开，就算他要去地狱门，他也不得奇门而入。这样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先生，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那个小泥鳅呢，他平常那么粗里粗气的，怎么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你们都是尊贵的人，我是这一只啊，真像个女孩哎。娘娘，你到现在还没发现呢。其实小泥鳅，她是个女的。啊？她是女的？你是不是说真的？真的啦。他自己都承认了。哦。
管啊，他一看到李将军有危险就紧张成那样，这就是啊，没丑没得比呀、啊，爱上了就比死都还要惨。他现在喜欢上了李将军，吃饭又不消化，他爱上李将军了。娘娘，你确定吗？嗯，别的事情也许我不懂，但是这种事情我一眼就能够看透。糟了，那就糟了。为什么糟了？事不关己，关己则乱。如果小泥鳅真的喜欢上了李将军，我担心他会有杀身之祸。啊！我是，我们马上去救小泥鳅。这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忘了，是你自己跑来的。你胡说，我怎么可能自己跑过来？大哥，大哥，你在哪里啊？大哥，李琦，你不要走！放开我！我求你不要走！李琦，我看你跑哪儿去？你对我无情，就休怪我对你无义。这什么东西？快放开我！这是负心藤，这是我们藏秘的降头。如果你敢做负心汉，那么他就会把你紧紧地缠住。原来你把我骗到这里，就是要用这些藤子来对付我。不，这些藤子不会随便缠人的。谁叫你要辜负我？我辜负你？你在胡说什么？快放我下来！不行，我不能把你放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跟我爹已经约好了，如果你对我有情，那么你就可以成为地狱门的女婿；如果你对我无心，那么你就必须要死。好，反正我已经被你绑住了，有本事杀了我。你。反正我已经被你绑住了，有本事杀了我！你。动手啊！杀了我！为什么不杀我？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不是我要找的仇人，你快走吧。走啊！你怎么还不快走？侯牡丹，皇后娘娘是你的亲娘，不是你的仇人。你快走吧，否则待会儿你就走不了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些年来，皇后娘娘找你找的有多辛苦，
这次要不是因为有你的消息，他也不会来这里。你这个死牡丹，臭牡丹！你要是敢碰我大哥，我绝不会放过你！大哥，大哥，你在哪里啊？大哥！哎呦，哼！地狱门，地狱门，我把你挖出来，挖出来！臭地狱门，在哪里啊？ 给我出来！挖出来！给我出来！哎呦，大哥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，大哥？大哥，你在哪里？大哥！ 臭小子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好，走！嘿，娘娘，小青，自己小心。 地狱门的人，大国师好见识，不错，在下就是地狱教主破狐。啊，先生，难怪，难怪这四周都有一股狐骚味儿，原来是这只狐狸在作怪啊。看来，也就是大脚皇后了。没错。 我跟你说，我这双脚呢，就是要踩你的狐狸尾巴，剥你的狐狸皮，剁你的狐狸头。嗯，你们这些人真是死鸭子嘴硬，已经死到临头了，都还不知道。你想笑死人呐？我什么大场面没见过？我跟你说，我敢来就不怕死，怕死就不敢来。我知道大脚皇后是个女中豪杰，但是你们来到了地狱谷。 恐怕就由不得你们来去自如了。真的吗？哎，我问你啊，活牡丹她是你亲生的还是你捡来的？当然是我亲生的。我不信。那我问你，她是哪年哪月生的？我忘了。哼，狐狸，我看你不是忘了，而是根本不知道，因为活牡丹根本就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对不对？你凭什么这么说？ 因为我失散的那个女儿，跟活牡丹一样，右肩背上也有一个朱砂红胎记，所以活牡丹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女儿玉凤。把大脚，牡丹是我女儿，你如果想认女儿，就到地狱里去认吧。好。快。 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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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来，人跑到哪里去了？你那个弟弟找到这里来了，你快走吧。我要你跟我走。跟你走？去哪里？去见你娘。李将军，你脑袋有问题呀？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你说的话吗？我牡丹，所有的证据都已经摆在眼前了，为什么你就是不相信？从小到大，我只相信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朱元璋他杀了我娘，我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。既然这样，你跟我一起回去，当面问个清楚不是很好吗？好啊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说。亲我。这完全是两回事嘛。李将军，李将军，大哥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那你为什么不闪开呢？小泥鳅，小泥鳅，生什么气啊？你不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大哥一样吗？既然这样，他跟别人做什么有什么关系？你心里有什么好乱的？你真的是一个男孩子吗？难道你要一辈子当男孩子啊？难道你不想像别人那样，也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？
你看你长得那么丑，难怪没有人喜欢你。是个女的，哎呦呀，把头发藏在帽子里面那么久，你不怕长头虱啊你？娘娘，阿秀姐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？都是你啦！娘娘刚才看到你这么慌张的跑出来，担心你会出事，所以就拉着我出来找你啊。那刚才，我说的话你们都听到了。哎呦，你捂成那样谁听得到，我们都没听到。阿秀你有听到吗？没有啊，我什么都没听到。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李将军和牡丹有什么暧昧的关系，也不知道你心乱是不是因为在吃醋。哎呦，糟了糟了，真的好丢脸哦。哎呦，害羞什么啊，大家不一样，都是女人嘛。哎，我也曾经年轻过啊。女人就是女人才麻烦啊。依你刚才的口气好像你不是女人似的。我来处理。哎，长得很清秀啊。就是没有打扮。来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啊要像这个样子，把头发整理一下，然后再放上珠钗，就会很漂亮啦。打扮成男孩子太可惜了。没办法啊，我一个女孩子要在外面讨生活，不装成男孩子会被人家欺负。这说的也有道理。放心，以后呢你就跟着我，然后就可以变回女孩子了。变回女孩子？这样的话我连路都不会走了。你才不会呢，等你看到那个李将军的时候啊，你一定会变得很秀气很秀气的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他会抛媚眼说你来来，他就说不要不要，来了来了，他说不要不要。哎呦，好了啦，你们不要再笑我了。你看他脸都红了。糟了啦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们都跑来找我，那国师跟大哥……哎呀！快点！哎，等我，等我！真的很厉害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师兄，我们现在刚好有五个人，我们可以试试用五行阵来破解。好，让这只狐狸知道我们的厉害。哎，要怎么做啊？你们听我口令行事，分这五个方位就行了。北方壬癸水，东方甲乙木，西方庚辛金，
南方禀地火，中方勿击土，天地五行相生相克，生生不息，法轮常转，急急如律令。条路，你予阮感觉这幸福。